小时候我们去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前年哈，就是阿美专案到他们家里去装扶手的时候认识捷运的阿嬷。阿嬷哈91岁，那两位儿子，一个是科技的工程师，那未婚，那另外一个儿子20几岁的时候就是车祸左大腿截肢，那阿嬷两只脚很无力，所以他的活动范围就是在家里走动或者是卧床。那阿嬷对那个截肢的儿子很不舍，所以总是护着他。那儿子长子如果要约他出去都被回绝，所以那个长子就不准了。我们接了这个个案之后就想说要怎样去把这个阿嬷看来要头还很清澈，爱当回我们减少卧床的机会。我们附近那有那个关怀据点，就每个星期二就带他去，陪他去做据点的活动，让他能够跟外面接触，也可以手脑并用这样子。阿嬷去那的时候就是做很多的活动就很开心。那因为我住在附近，所以有时候也就会拿一些看嫩的物件先家己的许大人安尼回家。有时候他头说他头发长了，我就会自己拿那个工具哈去改夹头毛啊，听听他的心事。所以我们很短的时间互动就很好。伊就阁讲，伊最近哈有头竹筒，因为我进前的时阵有摕迄个竹筒去给伊。其实阿嬷平常他是很伊吼，伊足俭的，不过还愿意投竹筒哦，我也感觉足惊讶。其实咱这个时间安尼吼，足希望讲阿嬷头壳足清楚，阁会用足珍惜的吼，和阿嬷会当伫晚年吼，享受到这种那个亲子的快乐，跟我们社区的温暖呐。厝宅是大家人看到厝宅，心内感动，看到人。新的租者开始的工资者租者会员都是安尼来，上重要租者让人看到感动，是咱真正小本记做真好，咱才会当让人感动。不是跟他讲吼，是师傅做真好，不是。是大家人做情好，咱大家人自济人的本分啊，就是负责。到一个时阵提着这报案，这对象啊，咱呢就是几个小船来去探视个案，家己掏腰包，有时阵呢。要去看个案，还要带着伴手，这拢是吼，家己爱负责。较远的路，总是家己开车，油钱家己爱出，坐车交通费家己爱掏腰包出来。这都是租借人啊，为租借付出无所求，达成了。主持人应该做的代志，个案提出来，这个人，这个家庭，我的人口，咱该看看分析，分析到讲吼，伊需要一个月要偌济的薪酬，咱会当帮助伊偌济，这呢，咱拢爱去用心思，这叫做正思维。大家人去共同啦，来思考、进食，让咱的尽量，大家人呢配合起来做一个决定，就是好事成全。这呢，以及乡的生活中，组织事啊，能用真诚爱在付出，所以咱。所有点滴收来，不浪费掉。大家人用爱付出，大家。
的力量去付出。做的代志呢，终归是自责。所以吼，互咱自责啦，做的拢是好代志。咱的个案呢，无劳事，而且呢，无浪费。咱的个案袂花伤济，也嘛袂讲无救，恰恰好。但是对伊的人口知影伊的困难，所以咱分析得真多多好。唔只是甲咱会多多好开用的生活，咱爱个个案个复杂。每偌久的时间，你就会晓看个案所需啦。咱偌久，就过来去甲伊探望一下，甲伊看一下，关心。上重要就爱找伊，会邻居里长，邻里长啦，隔壁厝的人啦，看会当好厝边吼，较接来甲伊探一下，看一下。予里长呢，会当知影，林里长会当知，真呢，总是对咱的暗处啊、个案，就会当讲，咱的照顾呀，予伊呢会当好平安度日子。啊，若有啥物代志，甲阮联络一下，林长啊，这都可以知。即吼，即卖现在就是老人社会嘛，孤老无依的，几多啦，唔是贫困的人有啦，这种这是现在真自然的生态啦，啊，都爱靠讲哦，咱大家人，即祖先同时呢，就是爱关怀照顾。爱跟瓷器爱的能力，那还有讲吼，迄、那个吉啊，最近啊，伫高雄，陈忠诚突然辞职，那我嘛伫迄个所在高雄跟伊讲啊，这人生一年很无常，不然之间哪会发生安尼的代志？要赶紧去关怀，关怀呢？有的人独居啦，现在哪里去啦？因吼真快速，代志发生啦。因为这回我去伊嘛讲，伊讲这回吼我拢真清楚啊，应该安怎做，开始及时，他们就真紧的。该安怎问个案？该安怎找？也是真快速的。所以讲经验，时间咧过啦，咱过去已经几十年啦。不管是长期的贫穷，安怎用定期照顾？这种急难啊，要安怎及时去承担？及时要安怎配合起来？要安怎用去甲救治？或者是中期、短期，或者是呢，入长期？这即马师傅咧讲，恁个心内拢知影，因为恁是几十年咯，代志同款安尼伫咧做。不过呢，现在这个是。过去咱的病房迄个时，可能还要怎么调整？这是大家人合伙合协啦，用时间、时代啦，那用知影咱的这个环境吼、生活的费用要安怎行？用到迄个社会生活的水准高。咱都爱用这个角度去评估，咱都爱发挥吼爱是有意义，爱爱意义吼，那悠闲不足的境界，咱应该爱搁再进步，
不的话，那还是地会之多，好、哦，用地会之多啦，啊，和大家人了解呢，佛法，佛法的精神，咱付出是无所求，唔是讲哦，你一定爱信佛教吼、哦，我才会甲你帮助，唔是安尼，当然啦，会当开发伊的信心，信佛、信菩萨吼、哦，这都是好事，尤其像咱。师父常常跟您说，身为大凡功德庙，中用一切诸神经，哈、哦，咱的心呀，有心还有行动，有心有行动呢，那就是身体力行啊，造福人间的福报。所以，安尼你若会当想清楚，安尼呢是地位，做好东西呢，尽忠地位。